台湾、马来西亚三国志工透过云端有效率的圆满十天，在缅甸51场47000户的稻种发放，志工把满满的感动带回花莲静思精舍分享。这一次呢，真的所有的团队大家做得非常的欢喜，白天就汗流浃背，但是心一点都不累。志工也用静思语传正法，每位农民都很开心，把大张静思语贴在家中，随时看见，法喜充满。四项实质上的谷种发放，这个是一个福田背后的这个理想，传心法、传正法给每一位，这个更是心灵的一个大福田。感恩尊重爱的氛围，启发农民善念，响应捐出米铺满，也涌现出1900多位人间菩萨。我们要把真实法传出去，让他们可做一位呢人间菩萨，那么对佛子团佛心，去那个所在人间菩萨就行。唱着缅甸语的一家人，用爱突破语言隔阂，志工们和和互协，使命必达的心，期待撒下的福种能在缅甸遍地开花。大爱新闻线上翁国家花莲报道。